不知道奶黄是我们家胆子最小的小朋友，平时也很少粘人。但是今天我一直工作到很晚，外卖也一直没送到。当我准备休息时，我以为奶黄这个小调皮一直在玩玩具，但是当他努力一步一步叼过来时，我发现是我平时最喜欢的番茄酱调料包。来，宝贝过来，送完就走了，那你爱不爱妈妈呀？